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家姐啊，借张信用卡嚟啊！又淘宝唔借？咦，你做咩啊？睇玉文踩场咯！吓，你俾咗月费啦咩？切，你又唔借张卡俾我？不过唔紧要，唔俾月费都有得听，怕咩啊？屋企啲自来水啊，都要交水费先至有啦。唔通啊，系落雨嗰阵啊，你自己装翻嚟嘅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一年一度香港书展又嚟啦，黄毓民新书隆重登场，比橡皮图章更不堪，香港立法机关崩坏实录，记载咗毓民对抗港共政权打压、伪民主派抹黑、腹背受敌但毫不退缩嘅议会生涯，见证住香港议会政治嘅礼崩乐坏。历史几坑都有，十大权倾天下的女人，收录经典电视节目《黄毓民历史评说》系列入面从未改编成书的一辑，逐一细数华夏历朝叱咤风云的十个女人，借古讽今。仲有李仪新书《倾听内心深处的呐喊》，细说短语300篇。连同毓民昔日著作，7月15至21号香港书展2015会展 1B-C37 普罗热血摊位优惠价发售，记得嚟捧场啦！欢迎大家来到礼拜一晚上的热血大球场，今天的主持人有文杰和有近的，在这里有些东西呼吁大家的，就是这个书展不经不觉明天这个礼拜二又去到最后一天，大家当然支持 MyRadio 支持保罗就一定要去到这个摊位，如果你未去的话，好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明天作这个最后的冲刺，那个地方的地址的位置就是这个会展，湾仔会展 1B C37呢個攤位嘅，咁啊有多本嘅著作啦嚇，近嚇有呢本《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同埋呢個《歷史幾坑都有》嘅書啊，另外仲有李儀嘅新書咧，就係《傾聽》咧，同埋《細説短語》300篇，哇！真係非常非常之咁精彩。咁另外一個呼籲咧，就係咧。就嚟有到八月份啦，而家咧七月中打後啦，係咪咁樣樣咧？換言之咧，又係呢個時候咧，提一提大家啦。八月份嘅月費咧，就希望得到大家嘅仍然繼續嘅鼎力支持嘅。咁我哋有好多嘅節目啦，舊有嘅節目啦，亦都有啲新嘅節目啊，有啲新嘅主持啦。咁啊，希望大家能夠全面性地去支持我哋嚇。咁啊，一直都係噶啦。咁但係聲音有價。亦都要體諒一下我哋每一位主持曾經咁多年以嚟嘅義務嘅付出，真係唔好睇輕一個半小時嘅節目，我當半小時嚟計，真係有好多個題材。如果真係準備充足嘅話，個功課嘅準備咧，
其實是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好像我跟阿近做老鬼波系列那些就已經是可以話到俾大家聽㗎啦。咁大家聽啊，聽得很愉快啊。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哋啦，月費嗰度啦嚇。咁啊嗱，節目一開始咧，我哋今日咧頭先就有單突發嘅新聞。咁話説呢個 FIFA 嘅國際足協嘅主席咧，呢個白禮達咧就喺瑞士嗰邊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嘅。咁呢個其實喺網上邊 YouTube 嗰啲都有直播㗎啦。咁但係大家都會忽略啦，唔會去睇呢啲咁嘅直播嘅開會嘅會議啦。但係就發生咗一單咧，即係我諗係球迷認為幾振奮人心嘅事情嘅嚇。咁我哋而家咧就對住呢部 iPad 咧就係 play 俾大家睇下嘅。咁咧就係有個仁兄咧，啊當然外國人啦。咁佢咧竟然咧入咗喺呢個會入邊，呢個直播會議。在白禮達面前咧就講咗啲説話，好啦，係咁多啫，短短地。咁然之後咧就掟錢啊，掟錢。咁其實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聽緊咧嗰個即係潛入去呢個會議嘅人咧，咁嗰位仁兄咧，咁啊亦都係一位英國非常非常之有名嘅呢個一位喜劇嘅表演者嚟嘅，亦都有佢嘅棟篤笑啊。亦都有一啲嘅喜劇嘅 show 啊咁樣樣，咁佢個名字就叫Simon Brooking， 咁佢有另外一啲嘅名嘅，佢喺另外一啲 show 度，譬如話 Lee Nelson，Lee Nelson 咧就係佢一個另外一個 character 好出色嘅一個嘅代表性嘅名字嚟噶啦。OK， 咁我哋一路講就可以一路介紹下佢啊。嗱，我哋先去第一張相先啦嚇。OK， 咁啊呢個就係當時嘅情況啦。嗱，呢個演員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嘢搞下噶。咁啊，以往咧仲有啲咩嘢咧，我哋又可以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就係話説舊年2014年嘅世界盃咧，呢個英格蘭國家隊咧就喺勞頓嗰邊個機場嗰度準備上機嘅時候咧 ，Lee Nelson 或者叫 Simon Brooking 啦嚇，咁佢就已經係原來佢隔晚留夜就已經係布定喺嗰個位嗰度啦。咁啊，一等到一眾英格蘭國腳埋位嘅時候咧，佢就直情衝埋去，因為佢覺得佢自己都係一位咧英格蘭最出色嘅球員，佢應該喺大軍嘅名單裏邊嘅。咁同佢有交談嘅咧，有謝拉特啦，有佐敦軒達臣啦，亦都有韋舒亞啦。我成日心諗，如果韋舒亞咧唔係一跟大隊嘅，你話如果就咁撞到呢個人，我諗韋舒亞同佢會幾好玩嘅，兩個都壞孩子咁樣樣，即係佢好多搞鬼嘢嘅。可惜佢唔係丹麥人，如果唔係同畢特拿呢個嘢火花。芬特納我怕沒什麼反應。咁事後呢亦都俾一啲嘅在場嘅人士啦，真係有足種嘅人問呢，這個人係咪大軍名單嚟嘅，嗰個真係好笑啊。咁成班國腳都話唔係喎，咁樣樣呢，咁就拉走咗佢，即係佢玩得幾癲。其實我覺得香港呢，或者喺演藝界，或者喺各方面嘅媒體嗰度呢，我覺得往往就少咗呢一啲人，即係可能會走埋你面前呢，小馬炒蟹咁樣樣嗰啲會有，但你話用一種叫做搞笑整蠱嘅形式咧，即係嗰啲搞搞震嘅形式咧，即係電視台都有做過呢啲節目，但係去到真係咁堅嗰啲咧就冇啊！即係譬如意大利嗰啲咧，咪有啲電視台直情會頒嗰啲咩金咩獎，我嗰次我成日唔識讀，嗰隻豬咁解啊嘛，即係頒俾一啲咧醜人醜事喺球圈中人裏邊咧，直接懟個獎俾佢嘅。有啲人係唔領獎追住佢俾佢都唔要。即係我覺得外國係有呢種文化係可以接受得到，但係我哋香港就冇。其實香港本地足球圈就應該要有呢啲咁嘅情況啦。其實講開意大利嗰啲獎，曾經有即係佢有份體育報紙係整一個叫《Donkey of the Week》嘅，但係有一段時間佢係改名叫做《Burger of the Week》嘅，即係嗰個係我諗係拍金最受侮辱嘅一刻嚟嘅，即係嗰因為嗰時喺國米佢打得好差喎。國米佢真係唔係好暢順啦，嚇第一季都係入咗好少波，嗰個風格唔係好啱啦。咁另外呢一個咧就Lee Nelson 或者叫 Simon Brooking 啦，咁佢咧喺應該去過一場咧喺國際信公園愛華頓嘅主場嗰度咧，嗰場賽事就愛華頓對曼城嘅，佢又混咗入去同埋曼城啲球員一齊咧喺開賽之前咧作一個熱身嘅操練，跟住又係俾人趕翻出嚟走。OK 嘅喎，呢個即係佢因為咁樣樣咧就被禁止喺當季咧再進入球場嘅。佢真係個狂熱球迷，佢玩親啲嘢都同足球有關。係，即係亦都係足球喺英格蘭，我諗係一個高度嘅關注啦。但我諗點都唔夠今次呢個白禮達事件咧，真係全世界嘅廣泛關注，尤其是白禮達個形象負面到咁樣樣，真係近乎人人得而誅之。咦，你好似為大家出咗口氣喎。不過我個人認為咧。譬如話咧，佢拎住沓錢咧，未掟之前佢就話咧嚇，即係可唔可以買到個2026年嘅呢個世界盃嘅申請嘅呢個席位？因為係佢嘅關係咧，
就變咗咧。你覺得佢係為個人而博宣傳啦、啊，定係真心針對白禮達或者針對國際足協近日嘅貪污事情咧？嗱、我覺得兩睇嘅啫，呢樣嘢大家又唔好好似當咗佢一個英雄咁樣樣。無疑佢嘅曝光率係無可否認地提高了不少噶啦。我出不少啲反調喎，即係凡但凡喜劇演員，你由查理道到周星馳，一定有少少，即係佢做嗰啲喜劇，一定或多或少有啲諷刺時弊噶啦。係，亦都係源於個社會生活啦，嚇、啊，唔係呢個唔否認嚇，咁、即係但係喺佢內心世界，你觸摸佢嗰下，佢真係為民請命定係咩咧？或者為呢個足球球迷請命啊？咁呢個我哋冇得去考量佢，同埋我諗大部分香港嘅朋友亦都未必會太熟悉呢位演員啦，嚇、啊、咁樣樣。咁但係亦都因為佢係喜劇演員，成件事又好似有少少又唔係話扭曲咗嘅，會唔會有少少即係唔係咁理直氣壯嗰一隻咧？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呢一件事咧都足夠白禮達咧喺開會嘅途中咧，即係忽就而去嘅。咁啊，跟住佢算好彩，我暫時未跟到啲新聞啊。佢算好彩噶啦，即係掟錢嗰個係個鬼佬，唔係唐人咯。唐人掟分分鐘係掟雞錢，都係噶近。我都認同你呢番説話嚇。OK， 咁啊，其實咧呢幾日咧都有啲杯賽嘅決賽咧，咁就係呢、這個，咦？好開一開先啦。咁啊，杯賽嘅決賽咧，咁就係已經係舉行咗噶啦。咁啊，包括咗呢個歐洲 U 十九嘅賽事啦。咁啊，西班牙喺決賽嗰度就2-0咧就擊敗呢個俄羅斯 U 十九。俄羅斯 U 十九咧就係兩年前呢個 U 十七嘅冠軍嚟嘅，咁啊乘住呢個班底啦嚇。咁啊，以為入到決賽，因為佢哋分組賽亦都曾經贏過西班牙3-1嘅。咁但係西班牙今場波咧，明顯上邊即係睇翻啲精華啦，因為都我冇睇到直播嚇，同埋睇翻一啲嘅唯有依靠數據嘅數字嘅顯示，似乎喺場面上邊咧，無論控球上邊、射門上邊咧，都係佔優嘅一隊嚟嘅。咁而兩個入球亦都甚具組織性啦。咁大家可以上網或者睇翻上翻我哋熱血大球場嘅群組嗰度咧，睇翻啲精華咧，咁就可以略知一二嘅啦。不過今次咧，其實我另外有一樣嘢想提一提大家，就係呢個歐洲足協嘅官網咧 ，UEFA 嗰度咧。其實就有一份叫做係今屆呢個決賽周賽事嘅一份嘅特刊嘅，咁當然網上版咧，大家可以下載到嘅，佢非常之精美。最主要我睇咩咧，就睇每個教練嘅介紹啦，同埋每一位球員佢哋所屬嘅球會咧。嗱，呢一個資料其實幾緊要啊！咁大家其實好多嘅國際足協又好，或者係歐洲足協又好，每個大賽之後都有啲報告啊，或者係啲特刊咧。大家係可以隨時上網下載到啊！呢一啲資料、呢一啲數據，大家就真係要 keep 低啦，就唔係嗰啲射門幾多次啊，即係嗰啲咁簡單嘅嘢啊！咁啊，依版係西班牙啦，咁令我就唔係太熟悉西班牙嘅球員啦。當然啦，咁亦都可以上網查翻嗰啲，因為呢個表咧就查翻嗰啲資料。咁另外俄羅斯啦都有，其實八支球隊都有嘅。咁要講講特別係今屆呢個歐洲 U 十九咧，喺分組賽 B 組嗰度咧，俄羅斯、西班牙、荷蘭、德國四大勁旅同埋一組嘅，最後咧係大家四隊各得4分。咁啊計得失球咧，咁啊俄羅斯、西班牙稍稍領先，再加上俄羅斯對西班牙嘅戰績較佳，咁啊所以咧就俄羅斯首位首名出線，咁啊西班牙次名出線，就對翻住 A 組嗰邊三戰全勝嘅法國，今屆嘅大熱門，結果又係兩球波擊敗法國咁樣樣。咁啊西班牙啦，連續呢個 U21 啊、世青杯啊、19啊嗰啲咁嘅賽事咧，都近依年齡咧都冇乜表現嘅，甚至乎決賽周都入唔到嘅。今次咧就可以話係爭翻一口氣啦嚇。咁另外一邊咧就係呢個世界盃沙灘足球賽啦。哇！一鳴驚人嘅大溪地咧入到決賽，對住東道主嘅葡萄牙，今次過唔到關啦，3-5敗陣。咁啊，亦都係鼓勵大家上網去揾翻啲片睇翻啦，因為我覺得已經係近乎去到一個雜技式嘅表演嘅啦。呢啲沙灘足球真係非常之好睇。即係啲動作能人所不能啊！發覺嚇咁啊，雖然啦，佢唔係一個足球嘅主流啦，咁但係都係一個世界盃嘅賽事，個水平都好高。真係我又未參與過沙灘足球嘅呢個玩法，即係踢落去真係個腳會點嘅，個感受會係嚇啊。OK 嗱，今日我哋嘅話題主菜咧，仲有主菜而家先開始嚇，咁啊就係首先第一個要講嘅咧，就係呢個嘅巴塞隆拿主席嘅大選啦。其實去到我諗係呢個禮拜早幾日之前咧，大家都個信息都好明確㗎啦，肯定係巴托烏梅同埋呢個咧拉博達之間嘅競爭嚟㗎啦。好，阿近，我自己都 set 咗啲問題咧，就想問你啦。嗱，你作為巴塞會員啦嚇，咁啊，
其實你想哪一個當選的呢？即係得兩個你揀的話，上一集其實都講了啦，即係再問你啊，上一集不是我做的第三位那個，其實我是會想投第三位的票多啲嘅。點解？點解？點解？即係覺得他的理念比較似樣啲咧。係有咩理念咁講啊？實質上，佢納波特最大問題就是佢政客味太重咯，同埋有好多即係佢有啲政綱係挖到最重啦。而跟住我跟住往後我再解釋少，佢今次敗選其實抵死。OK OK， 咁巴特會唔會咧？即係會唔會係反而係兩者之間，你都寧願係選佢定係唔選佢？唔係，我嚟嗰只小納帕特嗰個，我覺得佢而家佢做會長，我覺得即係有可能係災難嚟嘅最後咩？OK， 阿近有咁嘅睇法。上一集我講漏咗好緊要嘅嘢，即係來季巴塞件主場波衫，即係大家都眼見嘅啦，即係直間變咗橫間。即係我你試想像一下，即係有一年突然間班主不發其想，即係阿斯頓班主不發其想，話新一季嗰個主場波衫係變咗係呢個紅，即係呢個紅袖，但係白紅色衫袖，但係白色衫咯。即係你諗下阿斯頓球迷嗰個反應啦。啊，咁啊食得差唔多啦。難以適應嘅，又或者你佢完全係視傳統如無物嘅咯。又或者你話卡迪夫城嗰邊都係啦，係咪先？即係我好懷疑，即係遲早老人嘅冠名權就會賣出去。咁啊包咁啊，老實講，那個崇尚嘅所謂嗰個巴塞嘅風骨嗰樣嘢啦嚇，即係包括其實心口個贊助都已經批漏咗好耐嘅啦，係嘛？咁呢一個巴特會唔會似乎會循住呢個方向 cap 水個方向去？咁佢其實亦都係接替呢個羅素爾嘅掛冠而去啦。喺2004年嘅1月就上任啊。其實佢自己2010年就已經係副主席，佢自己都有啲有可能係佢自己都發埋官司作為被告嘅啫。咁但係呢個就未正式。有新聞報道燒到佢嗰笪未啊？就未住，未住，即係佢都要出庭作供啦。但可能搞下佢自己都變為被告都唔奇咯。OK 啦，咁啊，亦都有啲報道咧，就係拉珀達今次咧，即係參與競選咧，就直接係好似我哋所眼見嘅一啲嘅，即係直接就好似係頭先阿近你所形容嘅一啲政客嘅活動咁樣樣啦嚇。咁啊，亦都係咧，其實就巴托烏梅今次咧就以超過半數嘅一個嘅得票率咧，咁就係成功咧就當選。其他嘅票加加埋埋都贏唔到佢。識有80,000+可以有資格投票嘅人裏邊，結果係有40,000+投票嘅喎。比我想象中係咪少咗定多？少嘅都係少嘅，即係你當地嘅地方，即係當地啲會員係冇藉口唔去投嘅，大佬。點解會得一半咧？即係我去唔到係情有可原咯。係咯，阿近去唔到情有可原，80,000+得40,000+佢哋覺得冇一個投得落手，就算咗啦。咁啊變咗，其實你話巴克烏梅有54.63%，都其實講緊係可能20,000+摸住嘅啫。係啊。我比我想象中少喎呢一樣嘢喎嚇，好啊，近你預計下啦，嗱，咁而家已成定局啦，巴特烏梅就會係叫做係當選咗啦，未來6年嘅時間。佢而家最新嘅講法話，即係佢要會向呢個格魯夫提出嘅橄欖枝和解，同埋佢又會攞咗納珀特其中一個政綱，又話會即係可能會俾啲職位俾阿艾比杜同埋貝奧爾。呢個係貝奧爾啊，艾比杜嗰 part 我上個禮拜已經鬧咗啦，根本就唔應，即係除非係俾啲好輕騎工作俾佢啫，否則你真係收壞人命嘅啫。咁睇下咩工作啦，我諗如果唔係要之前納波特話喂揾佢做啲體育總監啊，真係嗰啲真係名都短幾年，大佬。咪睇下咩工作啦，咁始終唔係喺場上面比賽嘅，咁我諗個消耗冇咁大嘅嚇 ，OK 嘅 ，OK 咁啊嗱，嚟緊巴塞會唔會咧？嗱，其實咧有亦都入。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因為巴塞今年攞咗咁多個冠軍咧，間接亦都幫助到佢簡直亦都幫助到佢。成功咗咯，即係啱啱今年1月嗰陣時，啱輸咗俾皇蘇嗰陣，即刻就宣布話會提早大選。呢樣嘢係幾令人意外。咁呢個亦都係攞翻少少嘅，即係一啲好近嗰啲感情分咧。我哋所講咧，咁呢個即係天助佢也啦嚇。咁 OK， 喂，其實阿近，我想問下，其實高魯夫有冇資格去選嘅？有，我書就見到係有人野心報我到佢去投票嘅相添。但佢唔係西班牙人，佢係可以登佢做會員咯。我都唔係西班牙人，大佬。我知，咁但係你唔會去選嘅。唔係，佢有投票，佢有去投票。我知，即係。高魯夫可唔可以？我意思係佢可以競選呢個主席位。技術上可以，但係佢其中有一個，佢除咗上個禮拜話要佢有2,000+會員聯署嘅提名之外，好似話要俾某一個金額嘅保證金先嘅咯。嗰個唔係小數目嚟嘅，幾千萬歐羅左右咯，好似。好似1,000+歐羅左右咯。如果皇馬嗰邊咧？
皇家馬德里嗰邊咧就係要提交呢個 15% 嘅，係都 15% 係嗰個嚟緊球季嗰個營運嘅資金嘅，作為一個保證金去競選呢個主席，一模一樣，同巴塞一樣，係嘛？哇！咁但係你講緊佢哋嗰個，陣間我哋都有啲牽連嘅，佢哋係全世界最具價值嗰兩支足球隊嚟嘅，嗰15% 嚇。你做得候選人非富則貴咯，嗰15% 可以買起我諗亞洲好多個地區加埋嘅聯賽啦，已經真係嚇。OK， 咁啊嗱，巴托烏梅啦，就係1963年2月6日出生咧，都講講呢位仁兄啦嚇。咁啊，擁有加泰隆尼亞最大嘅航運呢、這個水運嘅呢個河道嘅呢個物流公司啦，亦都有世界一流嘅裝載同埋大型交通運輸生產設備嘅設計公司。咁佢係嗰啲公司嘅集團嘅董事啊、股東啊咁樣樣啊，亦都係。依賴住一啲啦，譬如西班牙著名嘅財團啦，咁樣樣啦嚇，咁啊亦都係擁有世界體育報啦，我諗啊近年你知嘅先鋒報啦，咁依啲咧佢個人咧亦都係擁有呢個亞斯報啊、世界體育報、先鋒報依啲等等等等嘅股份嘅，即係佢有好多嘅喉舌啦。咁2003年至2005年之間咧，佢其實就係呢個巴塞首球隊同埋籃球隊嘅呢個主管嚟噶。咁亦都係帶隊攞得冠軍，嚇咁啊！即係而家加埋足球嗰啲，喺佢嘅呢個管理嘅生涯，球類運動嚟講，佢都大滿貫咁滯嘅。呢一 point 都幾令人不安。其實同白禮達一樣嘅啫嘛，白禮達都唔係足球出身啫嘛。觀望啦，真係唔知，因為我諗，尤其是我哋唔係話好熟悉巴，即係佢哋啲足球政治啊呢啲嚇，咁啊真係好難講啊嚇。但係有樣嘢我想問阿近嘅，嗱，巴托烏梅咧。佢嘅會員編號就16331號，而碧基咧就係28000多。嗰個應該係嗰個應該係歷來累積嘅 number 嚟嘅。歷來累積嘅 number 都已經係被稱為碧基嗰個28000之外嘅，都已經被稱為古老嘅。咁巴托烏梅嗰個嘅16331嗰個 number 咧，就已經算係幾早期。阿近你嗱，我就係想今日想問阿近你嗰個嘅巴塞會籍個 number 幾多號咧？呢個幾多號？49702咯。係咁，依樣樣啦嚇。妖嗱，阿近呢張係舊卡嚟嘅，就係 OK， 呢張係舊卡。咁就係497702。哇！佢右邊有另一個 number， 嗰個就其實我諗佢係即係呢個就係而家現存嘅你排第幾咁滯咯。即係有啲係以前嗰啲已經有啲已經不在人世，或者有啲係退咗會嘅咯。不在人世嘅，我諗又唔少啦，當然啦嚇。咁啊咁耐歷史啦，咁啊頭先除咗我話，我問到阿近高魯夫可唔可以去選啦、競爭啦，咁啊技術上話可以啦。其實另外咧就講緊巴托烏梅咧，嗱有咁好嘅功績，連帶住個勢落去，可以俾佢競選成功。但係嚟緊巴塞點咧？已經去到咁好嘅成績，而家啲人寄望嘅就係六冠王啊嘛。起碼要循住呢個目標嗱，有壓力嘅。咁另外嗰度就係、尼馬嗰單嘢咧，頭先近你提到啦，嚇嗰、那個所謂嗰個轉會費嘅問題啊，羅素爾已經我諗都佢係咪都一定走唔甩嘅？多數走唔甩嚇咁啊，唔、知巴托烏梅有冇事啦嚇？咁呢啲啦，空口個贊助啦，係啊，係嘛？亦都係我諗巴塞有好多堅持嘅會員係唔妥協嘅呢一樣嘢係。咁啊，仲有咧，原來話球場都可能會有個裝修擴建，係啊，即係再裝修啦。嗰、兩三個月前公投通過咗噶啦，即係就係要錢咯。依、這個就係一個佢哋賣冠，可能係一個賣冠名權嘅一個好大嘅理由嚟噶啦。係即係老型球場將會多咗個名啦。係啊，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啲粉絲就同你死過就一定唔願意嘅。咁、但係錢亦都好緊要啊。即係即使佢你冠到個名係當地啲品牌，我諗都唔係，我都唔好高興噶啦。明白。咁啊，呢幾個問題啦，嚇就係嚟緊巴托烏梅佢喺上任之後咧，都係要解決嘅。好似佢哋第一個會咧，個行政個會咧就應該係好似香港時間今日嗱，佢哋嗰邊嘅7點喎，應該係今晚凌晨咧，佢哋就會開會噶啦。咁就會即係睇下再到時睇下啲報章嘅公佈啦，睇下佢哋講啲乜嘢嘢啦嚇。咁。都幾好玩啊！好少有球迷真係去到一個即係主席管理層嗰啲又咁著約去留意住、了解住，係巴塞、皇馬嗰啲就我諗係西班牙興呢味嘢嘅咁樣嚇。仲有畢爾包同埋奧沙辛拿咯，即係有得投票選會長嘅。
係，但係我諗就我冇咁留意啦。坦白講，我大多數都冇咁留意。不過頭先我賣咗個關子，就話今次納柏特衰乜嘢啊？而家要講講埋咯，又唔好唔記得講。你講啊，你講啊。原來今日就又有段消息就話，即係原來另外啲報章做咗個民調嘅，就問就到底納柏特其實佢好重要政綱，話佢如果當選會買呢個普吉巴，即係啲當地啲人贊唔贊成呢樣嘢？絕大多數都唔贊成嘅，有七成人係反對嚇。呢樣嘢其實佢係顧忌同思嘅啫，即係大家都記得佢當年係點樣當選嘅啦。佢嘅政綱就話，即係如果我當選就買碧咸翻嚟啊嘛。即係如果我當時係有投票權，我絕對唔會投佢啲票咯。即係呢個咁嘅買賣嘅啫，簡直係災難嚟嘅咯。但係點鬼知神差鬼知佢當選咗，但係佢買唔到碧咸，結果就買喺羅華天奴。嗯，係即係。但係呢一招唔可以玩咁多次咯，真係。你買嗰陣時係零三年嗰陣時，你用咁高嘅轉會費嚟買一個，即雖然係一個被認為係一個有即係好有潛質嘅球星，但係一個好大賭博嚟噶嘛。如果真係失敗咗嘅話，咁點辦咧？都唔好計咩啦。其實依單買賣博唔過，明顯係市場炒起咗個價啫。博格巴老實講，呢一類型嘅球員，可能你喺非洲嗰度。你稍微留意下，物色下栽培下都可以找到啲同類型嘅人。係、我覺得8000萬歐元真係唔值博添咧，都唔好話賭博，都唔應該去博。咁可能呢一隻咧就睇多兩三年啦。我諗佢係咪真係巨星？睇多兩三年啦。喂，啱啱迪亞比離開咗阿仙奴係嘛？我唔知佢退唔退休。我覺得迪亞比如果唔係咁樣樣嘅話，成日傷嘅話，佢嘅潛質高過博格巴啦，已經腳法都好過佢添啦，係嘛 ？OK， 今日我哋第二個話題咧就要開嘅咧就係呢個咧最有價值嘅呢個球隊啦，同埋最多粉絲數目嘅球隊嘅嚇。咁我哋集中喺呢個足球隊咧，全世界嗰50支嘅球隊裏邊咧，如果講最有價值咧，嗱，我哋先解釋一下先。最有價值的球隊裏面，運動團隊裏面前50位只有7支是我們所說的英式足球隊來的、其餘呢美式足球佔了20支，另外籃球加上這個棒球也都佔了20多支、曲棍球都有1支的排前50位，只有7支的足球隊是能夠打入去這個前50位的。我們現在就逐一跟大家講一下，第一位的價值就是皇馬那邊，皇馬這隊波價值高，就因為長年是用很多錢去買人，巨星政策，還有他們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商業營銷，即是佩雷斯他商業營銷的手法是很高超的。讚不讚賞？欣不欣賞？我認識的一些真係識波嘅皇馬球迷，其實就不敢覺得不敢恭維，即係錢係賺到㗎啦，但係喺球場上面啲競技其實係影響咗㗎啦。3.26億，不論係呢個銀河男隊第一期同埋而家嘅第二期都係會有到蝦碌嘢發生。3.26億啊！佢呢個係計咩嘅咧？計歐元定計美金嘅咧？應該美金，福布斯係福布斯係啊係。應該美金嚟。美金 OK， 咁但係佢哋嘅粉絲數目咧，亦都係全球排第二位嘅喎，99.8 million。即係幾多咧？如果講翻係99.8 million，9000多萬咯。咁單單 Facebook 咧就83.3 ，Twitter 咧就16.5 million 咁樣樣噶。好多人已經差唔多到1億咁滯啦。哦，咁啊，真係佢其實呢個咧就已經係我覺得佢係兩佢哋啦，皇馬啦，同埋巴塞咧，就係嗰個價值啦，同埋嗰個全球最受關注程度、最受歡迎嚟講咧。是最吻合、最貼切的兩支球隊嚟㗎，咁啊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難得。即係今時今日，皇馬對巴塞已經唔單止係國家打比嚟㗎啦嘛，世界打比。世界啦，因為你如果咁樣睇翻落去咧，全世界根本上冇得同西甲呢兩支球隊困。英超咁樣樣有個咁強大嘅轉播費都困唔到，同埋一個咁強大嘅海外轉播版權費都攞唔到嚇。巴塞其實喺全個運動團隊裏邊50支咧，佢哋只係排第四嘅啫嚇。排第四都好勁噶啦，因為佢前面嗰兩支咧就係特拉斯牛仔啦，同埋洋基隊啊，一隊美式足球，一隊就棒球隊嚇。巴塞有3.16 billion 啊，咁啊，另外咧就講緊咧佢哋個粉絲數目咧就全球最多噶啦，100.9 million， 咁啊 Facebook 嗰度咧就85.4 ，Twitter 就15.5嗱，所講緊嘅呢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亦都係非常之吻合嘅，佢哋嗰個價值同埋佢哋嗰個全球最受歡迎嗰個數目，亦都係俾西甲呢兩支球隊玩曬，近啲個正常啊，
暫時看落都正常嚇。咁足球隊嚟講咧，就係、是、排第三位就曼聯啦。咁佢哋喺五十支最具價值嘅球隊裏邊就排第五嘅，咁啊3.1 billion。咁但係粉絲嘅數目咧，佢哋亦都係排第三喎。咁佢哋亦都係相對地英超嚟講，可以話最成功嘅一支嘅球隊啦。係，無論喺商業嘅開發上邊同埋吸金嘅能力嗰度，準確都係英超時代最成功啊！英超時代最成功的英格蘭球隊。OK， 咁第四位咧就係、是、呢個拜仁慕尼黑啦。如果講球隊嚟講，但係喺前五十支最具價值嘅球隊嚟講，拜仁已經去到排第十一啦。咁你可想而知嗰啲美式足球、棒球嗰啲球隊幾咁勁啊？係。咁啊，唔講個數字啦。咁啊，大家可以上去呢個福布斯個網站嗰度 check 翻啲資料啦嚇。咁啊喺個粉絲數目嚟講咧，唔同啦。不過而家連埋一齊講嘅關係啊，佢哋就排第六嘅。嗱，咁我哋先睇曼聯嗰個先啊，咁啊，曼聯嗰個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個拜仁慕尼黑嗰個啦，粉絲嘅數目，拜仁慕尼黑就只係排第六嘅啫嚇，咁啊同佢哋嗰個就唔係跟住佢哋嗰個第四嘅排名咁高啦。OK， 咁再數落去嘅咧，就有呢、這個應該去到曼城啦。嗱，曼城估唔到已經超越咗車路士，成為呢、這個。最有價值的球隊來講就全世界排第五位的這個足球隊來講，但是在50支最具價值的球隊來講已經去到29了，其實哇好厚啊，即是皇馬第一，巴塞第四，曼聯第五，拜仁第十一，跟住要十一之後去到29位才出了對曼城出來。但是曼城的粉絲數目也不高，排第11位而已。再數下去大家都應該估到這一支就會是車路士了。車路士他們的排名呢，不過阿近你可以有東西你在補充的，已經是全球最具價值的運動團隊來說排到第31了，但是你說在那個足球隊來說就排第6，粉絲的數目他們就排第4這樣。好，接著去到最後一個了，球隊五十大裡面呢最後一支出現的英式足球隊就是阿仙奴了，排到去成36位嘅，咁但係佢哋嘅粉絲數目咧就全球排第5嘅，喺足球隊嚟講。嗱，點解要咁講咧？要講埋個粉絲數目有冇個意思喺度咧？啊，啱啱倒翻轉嘅。嗱，美式足球、棒球喺嗰個價錢嗰、那個所謂嗰個價值嗰度係咁高啊，嚇咁高啊！但係你話對比翻喺啲粉絲嘅數目咧，就唔係咁高嘅啫。三十支嘅呢一個嘅美式足球隊嘅粉絲數目加埋都唔夠一隊皇馬或者一隊巴塞咁多，成個聯盟都唔夠咁多。棒球嘅都係。前幾日喺我哋嗰個羣組嗰度都有人討論過呢個問題嘅，但我就唔得閒去留言啦，咁我咪借支麥嚟到可以發下瘋咯。因為我喺美國浸下鹹水嘅，我大都知點解，因為美國人係對體育係絕對狂熱嘅。嗯，佢哋尤其是男性，佢哋即係朝早攞起份報紙，第一件翻睇嘅，即係第一個翻第一段翻睇嘅版位就係體育版，係，而且佢會花好長時間去跑添。咁另外亦都係得益於咧，就係嗰個轉播嘅費用啦嚇。咁喺個轉播費嗰度，美式足球啊、即棒嗰度啦，咁佢哋個轉播費係比而家英超呢個咁大咬嘅轉播費仲要高，高成倍。好似 ESPN 呢類專門即係播體育嘅收費電視台係出現咗好早噶啦。英式足球呢種現象都去到90年代先至普及嘅啫，但 ESPN 應該係80年代初已經係有喺度咯。嗱，如果單計粉絲數啦，嗱，我去翻前面嗰張同大家講啊。如果單計粉絲數啦，巴塞第一啦，皇家馬德里第二，曼聯第三，車路士第四，就阿仙奴第五。咁呢個好正路啊！咁英超嘅球隊亦都受到一定嘅關注嘅，但係就同嗰兩支巨無霸球隊真係冇得比嘅。咁去到第六位嘅就拜仁慕尼黑啦，亦都係德甲嘅關注程度就其實只係得一隊拜仁嘅啫。咁第七就利物浦啦，八位咧就呢個 AC 米蘭。我諗 AC 米蘭食住80年代嗰個餘威啦嚇。咁第九位去到第九位先至有一隊洛杉磯湖人隊，有隊 NBA 嘅球隊打到入去。咁啊第十位就是巴黎聖日耳門啊，咁啊得益於佢哋大牌收購好多嘅大牌球星啦，所以令到一啲我諗特別啲年青嘅球迷會追啦嚇。咁曼城同樣都係啦，同埋伊巴性格巨星啊嘛，都係會令到嘅間球會都受注目啲咯。冇錯。咁第十二位就祖雲達斯啦，去到第十三位就芝加哥公牛，第十四位咧就係呢個邁阿密熱火嘅咁樣樣嘅。OK， 嗱，大家會發覺啦，同我哋所講嘅
似乎美式足球隊、棒球隊嗰啲完全唔入流喎，喺呢方面。但籃球反而倒翻轉頭又會多啲啦。你美國四大嘅球類運動之中，籃球係即係全世界最多人明白噶嘛？嗱，美式足球啦、棒球啦、籃球啦，同埋嗰個冰上足球、冰曲係啦，咁樣樣咁啊，似乎籃球我諗係脱離於個北美之外咧，都係全世界普及廣泛受關注嘅運動，我諗都排第二噶啦。僅次於足球咯，僅次於足球。所以你網上嗰個排行榜係正常。我覺得正常，絕對是合和車的，真係。即係而家足球肯定是全世界廣泛最受歡迎的運動咯。係啊，呢個係可以肯定。但係你話去到北美呢個咧，又唔係話一個怪圈嘅。咁但係佢哋嗰個金錢網絡啊，佢哋個轉播費啊，所有嘅商機啊，即係冚落去咧，佢哋足以自給自足，成為佢哋一個全世界最大咯。棒球的普及程度就即係如果美國以外就喺中美洲啊、日本同埋日本、南韓同埋台灣都會多啲人睇咯、但係就喺個範圍啫。咁冰上曲棍球咧喺啲北歐國家都係會流行嘅啦。即係普及程度有限。反為美式足球就真係好專門。係啊。咁頂多係有啲人得閒咪睇下 Super Bowl 咧嚟一次。我冇乜點留意，係咯，我唔識睇嘅因為係啊，通常你香港會睇會留意美式足球，通常留個學嘅一定係，我冇乜幾多個冇去過美國嘅人，真係會自己摸通嘅中意睇美式足球。我真係唔識睇，絕無僅有真係，我真係唔識睇，唔係咁好睇啊，可能我唔識欣賞啦，即係咁又咁樣樣啦。唔係，我成日覺得如果即係摩連奴係可以轉型做美式足球嘅教練嘅，因為佢係好講啲戰術啊、排陣嗰啲嘢。嗯，唉，咁啊悶死人啦，真係唔怪之得，我覺得唔好睇啦，唔怪之得我唔識得欣賞啦，咁樣樣嚇。OK， 即係講下笑啫呢樣嘢嚇。OK， 今日嘅老鬼波系列咧又去到啦嚇，咁啊，喂，關於球隊嗰度仲有冇嘢補充？其實睇落去嗰、那個。其實我又覺得冇咩太多特別嘢講，因為呢一啲嘅排名每一年都有。有一樣嘢我會慨嘆咯，你如果留意呢，即係美國呢四大嘅職業球類運動比賽，佢哋嗰啲波衫係唔會賣廣告嘅，即係佢哋啲賺錢係即係佢哋生財有道到嘅地步，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咯。嗯哼，係咩？即係如果有個巴，如果有個巴塞會長可以做到可以俾啲美國球隊咁樣營運嘅話，我覺得真係我依世都會選佢啦。但係嚟緊西甲嗰個賽事嗰度咧，雖然話個轉播費提高咗，但係亦都係相對地，因為要爭取嗰個合理嘅平均分配啦。其實會唔會導致到巴塞同皇馬嗰個喺呢方面嘅收入，尤其是即係唔好話係咪真係少咗好多？咁又係俾巴，即係又係俾而家呢個新即係啱啱連任會長有個藉口喺度再賣多啲嘢咯。睇嚟都走唔甩啦，走唔甩啦，真係接受難逃啊！真係不如接受。但對西甲嚟講，係好事嚟嘅，即係你分翻多啲錢俾啲低下層嘅球隊或者係球員。咁犧牲小我得唔得？咁應該係依個我一路都贊成嘅。嗱，如果咁樣講法，巴塞為咗其他嗰19、18支嘅西甲球隊。犧牲一下，咁講落去呢個理由就光明好多啦，所以吸納一啲廣告或者冠名球場咁樣樣啊，要揾另一啲方法嚟揾錢咯。我唔係好想用呢種方法揾錢咯。嗱，雖然你咁球場冠名，其實所有美國嗰啲球隊18-9都係已經賣曬名冠名權啦。呢個最初阿仙奴個新球場叫酋長球場，我都覺得好怪嘅。係啊，係啊，係咯。係啊，我都接受唔到呢個名，酋長球場。不過算啦，嚟緊下屆即最極端咪好似中超咁啫嘛。即中超係乜嘢企業整個冠名落去就成間球會嘅名字都變咗噶嘛。你咁搞到係啲球員好難對間球會忠心，唔係啲球迷好難對間球會真係長期忠心噶嘛。唔係再加上個地區成日可以轉變嘅，係嘛？咁啊，依啲都顧及唔到咁多。你冇英格蘭足總杯都叫酋長杯㗎啦。都俾呢個亞聯酋航空公司冠名贊助咗，即係酋長杯以後每年季尾又有，季初又有，季初嗰個就阿仙奴嗰個自己本身啦嚇，咁樣樣。OK， 今日個老鬼波系列就講一講啦，呢個咧又係好巧合嘅，即係人生就好奇妙嘅。事隔幾多年啊？即係65年係咪？係啊。1950年嘅7月16日啦，就呢、這個喺呢個巴西嘅馬拉加納球場咧，就上演呢個世界盃之戰啦。咁就巴西就大家熟悉歷史都知道啦，巴西最後因為1-2主場就輸咗俾呢個烏拉圭咧，導致到失去咗嗰屆佢哋國民認為冇可能係攞唔到嘅世界盃之後咧，就成為咗一單慘劇啦。咁結果呢單慘劇當然啦，有舊年嘅7-1大炒衝一衝之後咧，就已經嗰個傷咧就冇咁嚴重。但係喺嗰陣時
在那個資訊還未那麼發達的情況下，大家困住籠罩住那個悲傷的情緒呢，我很體諒當時的巴西球迷那個失落。那時候馬拉加內球場是有28人在裡面的，因為那時候有企位的，實際的門票統計就說17萬多的，接近20萬，但是目測就應該超過20萬的，就是這樣說法，其實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來的。好，那麼今天要介紹的這位英雄，當時這樣就已經成為英雄了，就是射入反超巴西，巴西先開紀錄的，反超巴西2比1那球就是這個基治亞，基治亞我們亦做基治亞，這位所謂烏拉圭的民族英雄就成為了這個七號仔，當時穿了這個波衫。咁啊，成為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佢咧，因為佢就喺呢個7月16號啦，啱啱咧就過世嘅，咁就88歲，享年88歲。咁要講嘅咧就係佢亦都係1950年烏拉圭國家隊攞世界盃嘅成隊 team 嘅冠軍成員嚟講咧，佢係最後一個，即係死剩佢最後一個，咁都走埋啦，呢一個就真係啊，咁就冇啦，咁啊成隊 team 嘅傳奇人物已經冇曬啦嚇，咁樣樣。OK， 咁啊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咧，2014世界盃抽籤就發生2013年嘅12月嗰陣時咧，佢都有老毅力咁企出嚟咧，就負責抽籤嘅。佢仲抽起咗個波咧，就唔覺意咧就想拋俾個女主持嘅時候，就跌咗落地下，個女主持執翻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一幕啦？上網都可以揾翻啲片睇嘅。咁亦都係受到烏拉圭好多後輩球員嘅尊重啦嚇。咁啊，科蘭啊、盧根奴嗰啲又唔使講添啦。我諗法蘭斯哥利嗰啲都當佢神咁拜㗎啦，咁樣樣嚇。咁其實佢嘅過世咧，亦都係巴西足協嗰度咧，亦都係有發表呢個慰問嘅，即巴西嗰方面，亦都喺呢個巴西嘅馬拉加納球場嗰度咧，就打咗個腳印，係腳印嘅，呢個好似兩三年前已經係做咗一樣嘢啦。2009年啦，好似係2009年嘅時候啊，咁即係你雖然搞到巴西發生場慘劇嘅肇事者就係佢，咁但係仍然對佢一個尊重。但係係令到巴西最後發奮圖強，可以即係收成正果啊嘛。但係有一樣嘢我超未揾到足夠嘅資料，1950年嘅巴西係咪世界第一先？喺個世界盃嗰個決賽周嘅表現其實超曬班嘅。即係佢最後嗰一 round 嗰、那個即係最後四隊嗰個循環，其實佢係其他嗰幾場波嘅狂掃對手。係啊係啊，咁陣間都要再講，就係其實講翻嘅就係呢個1950年嘅世界盃咧，係出現咗好多怪胎嘅事件嘅嚇，咁樣樣嘅。咁啊呢個捷基亞啦，咁亦都係成為咗呢個烏拉圭嘅民族英雄啦。咁佢事後亦都喺一啲嘅採訪裏邊咧，佢咪講咗句名言嘅，佢話能夠令到馬拉加納球場安靜下來，你諗下20萬人點樣安靜咧？覺得三個人嘅啫，教宗啦、教皇啦，另外就係呢個傳奇嘅歌星啦，即係法蘭斯納杜拉啦，嚇呢個好出名、好出名、家傳户曉嘅歌手啦，第三個就係佢啦。即係一番説話充滿霸氣。冇記錯，好似佢後來個回憶錄嗰個書名就叫做《我令到巴西哭泣》咯。哭泣都有聲，佢嗰個嘛就係令到佢哋安靜咗落嚟，全場鴉雀無聲嘅就係呢一種啊。咁啊，呢位老人家啦，好特別啦，即係亦都係當年7月16號嘅決賽，佢亦都係7月16號過身。即係冥冥中係有啲咁奇怪嘅事情，我覺得係好。我自己覺得，所以我今日想拎出嚟講下，其實對佢所了解嘅咧就唔係話太多啦，不過希望大家都關注一下，了解一下。同埋包括埋1950年嘅世界盃，咁我哋有段片嘅，麻煩同事幫我哋去一去啦。咁我哋邊去就亦都邊講啦，咁樣樣。其實1950年嘅世界盃，咁大家知道就發生喺二戰世界大戰之後啦。咁嗰陣時嚟講咧，就即係其實有好多國家受到制裁嘅，包括日本啦，德國啦，係嘛，咁啊亦都係唔參加得嘅。咁另外有一啲嘅球隊亦都係即係喺度。我哋叫柳屎忽花嘅，譬如話蘇格蘭啦，蘇格蘭咧嗰陣時佢哋英格蘭本身有個本土錦標賽嘅，咁蘇格蘭嗰方面咧就係跨然，如果我哋喺呢個本土錦標賽擊敗英格蘭攞冠軍咧，我哋就去參加世界盃，嗰陣邀請嘅啫嘛，啲球隊係啊冇話外唔外圍賽，應該未有外圍賽嗰啲，應該有啲嘅我記冇記，南美洲有，我要 check 下呢個嚇，咁啊！但係咧，蘇格蘭咧就係咁樣表態啦。如果輸咗俾英格蘭，攞唔到冠軍咧，喺本土賽嗰度咧，咁佢哋就唔參加。結果咧，佢哋就真係輸咗俾英格蘭。咁英格蘭當其時嘅一個隊長咧，比利胡禮咧，比利胡禮就係嗰陣時英格蘭嘅碧鹹嚟嘅，話俾大家聽，就力邀請蘇格蘭為你參加世界盃啦，玩乜 Q 嘢啫？為志氣之爭，輸咗俾你，我哋唔做。
除非我哋係冠軍。但英格蘭當其時嘅表態，就算佢哋攞第二，蘇格蘭攞第一，英格蘭照樣會參加。所以我就係話係邀請嘅成分啦。嗰陣時會唔會係咯？呢個世界盃啦嚇咁樣樣。咁另外去到尾嘅就係法國又唔參加啦，已經抽曬籤啦。嗰陣時係世界盃改制，就改為16隊嘅。就分四組嘅，每一組嘅首名就晉級去到最後一個四強嘅小組嗰度，再打多 round 嘅單循環小組嘅。點解要咁樣分組改制呢？又因為咧其實因為開始投資大啦，呢個世界盃啲球場改建費啊、裝修嗰啲都要噶嘛，咁啊變咗咧，你打得多啲嘅場數咧，先可以 cover 翻條數咁樣樣，亦都係即係越嚟越多嘅球隊關注參加啦。咁而家就唔係話講嗰個世界足球嗰個戰術嘅發展啦。咁大家如果記得嘅話，亦都英格蘭最後出賽啦。咁結果就輸俾美國0-1啦，成為世界盃史上最大嘅冷門啦，第一個最大嘅冷門嚇。咁我同阿近其實頭先一咪後都商量過，可能大家孤陋寡聞啫。係啊，完全唔即係我諗嗰陣時係你唔知道對方係咩啫，其實嚇。英格蘭嘅領隊嗰隊係唔知道美國係乜即係咩路數咯，完全啊。嚇！咁另外仲有一隊神奇球隊咧，就係當其時嘅亞洲足球強國，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咧？當然唔係香港啦，就係、是、印度咯。印度啊，其實印度嗰陣時嘅實力唔錯啊，幾強勁啊，亦都係邀請到參加世界盃，佢就被抽籤去到 C 組，就同意大利、巴拉圭同埋瑞典同組嘅。咁不過印度咧就係咧好得意喎。有很多的講法，他們為何最後不去呢？最有意思的講法就是說他們要赤腳比賽嘛，赤腳比賽，而因為不得嘛，不容許嘛，所以不讓他們，也有說經費的問題，已經說拓展到是幫你籌集經費送你來，最後都不去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要參加奧運，要準備奧運，他們認為奧運是大過世界盃，幾大理由情況之下，印度亦都缺席啦。咁啊變咗咧，原本係一共有15支嘅球隊參賽咧，咁就再少多2支，變咗13支。咁烏拉圭咧就編喺第四組嘅，原本就同法國、玻利維亞同組，最後就得翻玻利維亞同烏拉圭啫。烏拉圭只要贏玻利維亞嘅話咧，就可以直接去到四強分組賽事嘅啦，即係咁便宜嘅。係啊，所以其實呢個係佢哋最後攞到世界盃嘅一個因素嚟嘅，佢打少幾多係嘛？相反巴西咧嗰組就好完整嘅嗱，咁啊，即係有時間即管讀讀。巴西首先分組賽4-0炒墨西哥啦，2-2就和咗呢個瑞士，跟住就2-0贏南斯拉夫。分組最後一場2-0贏當其時嘅南斯拉夫啦，呢隊歐洲嘅巴西啦，被譽為啦嚇，其實幾緊要啊，因為其實呢場波未踢之前，巴西落後一分嘅，要一定要贏咗南斯拉夫先可以反級，而當其時贏波係兩分。和波是一分，輸波當然是冇分啦咁樣樣。英格蘭那邊就係好慘啦，咁啊最後就係俾呢個西班牙就力壓出局嘅。咁去到呢個最後呢個 final round 啦，嗱冇淘汰賽嘅。好，我哋見翻我哋先啊，唔該。就冇淘汰賽嘅，咁就去到咧最後四強嗰四隊咧就是、烏拉圭、巴西、瑞典同埋西班牙咧，依四隊再打多個單循環嘅小組。這個小組成績最好的隊就成為當屆世界盃的冠軍，所以告訴大家1950年有很多人認為巴西對烏拉圭是決賽，但我們還要不斷提醒大家，1950年的世界盃是唯一一屆世界盃是沒有決賽的，但撞啱最後那場球都變成變相決賽，是但撞啱呢，咁啱呢，當其時就烏拉圭第一場就2-2和西班牙，但巴西就已經7-1大炒瑞典了，第二場咧繼續巴西6-1大炒西班牙，兩場波入13球失兩球，而烏拉圭只係僅僅3-2贏瑞典嘅啫，咁啊即係換而言之咧，4-3，烏拉圭唔好怪得失球率啦，分數上面已經係差咁巴西一分，其實巴西只要和咧，和波呢一場咧都足夠咧係呢個嘅攞世界盃嘅，所以你話。又加上好表現，有乜理由巴西啲國民個希望唔係諗住100%攞世界盃？因為開波之前都有個類似開球禮咁儀式，嗰個李玉義雷市長就係出埋嚟嗰度做嘅演説，話即係其實你哋已經係世界冠軍之類嘅嘢咯。但通常講呢啲嘢一定係買大嘢㗎，係咩？即係等於咪就好似伊斯坦堡奇蹟嗰陣時半場，即係你好多球員聽到對即係 AC 嗰個更衣室已經喺度慶祝緊咁樣嘅嘛。其實那場球我撐 AC 的，
有少少嘢補充翻嗰最後尾嗰即係呢四隊，其實西班牙同埋瑞典都有少少嘢可以講下嘅。西班牙嗰陣時嗰個當家嗰個中鋒就係啱啱上季美斯破咗紀錄嗰個薩拉咯。哦，咁瑞典後面都有個股嘅，其實瑞典係四百年嘅奧運金牌得主嚟嘅，佢嗰個攻擊核心係後來 AC 米蘭一口氣立咗佢，變咗係即係嗰個瑞典三劍俠。瑞典三劍俠。但係嗰陣時瑞典係行列列制嘅，佢如果你話你如果走咗去就職業球員嘅話，就唔會再用你噶啦。是去到五百年世界盃嗰陣時先至解禁嘅咯，但嗰陣時最勁嗰個中鋒嗰個洛達已經掛靴咯。咁啊，有呢啲好怪嘅堅持啊。OK， 咁啊變相地咧，分組賽最後一場波咧就係7月16日咧，1950年嘅時間啦嚇。變相變咗場決賽啦，烏拉圭一定非勝不可噶啦。咁頭先大家睇到嗰個片段咧，就係巴西先開紀錄嘅，亦都跟住有好多機會嘅。咁但烏拉圭咧就憑住呢個切基亞啦，一個助攻。其實個助攻嗰球都係死去嘅啫，咁另外就係一個自己嘅爆破啦，右路嗰度啦，咁樣就射成2-1啦，咁啊令到所謂嘅馬拉加納球場200,000嘅觀眾咧，全場鴉雀無聲嘅就係佢啦，咁佢就呢一刻成為咗呢個巴西悲劇上面嘅一個嘅英雄，咁但係巴西人對佢仍然係尊重嘅喎。但其實呢件事後面最慘嘅人係巴西守龍門嗰個咯。因為嗰陣時巴西啱啱係開始係俾啲黑人球員去入去國家隊，咁嗰個龍門係黑人嚟嘅。但係就呢場波輸咗之後，就好多人就將個罪名怪咗落佢身上，作為另一個黑人後衞咯。特登個龍門係最慘嘅，係全國都覺得你即係呢個變咗好似係人民公敵咁嘅。去到話去晚年嗰陣時，一次去超級市場，都俾個細路仔話：啊，呢個就係搞到我哋2000冇世界盃嗰個人。佢係屈屈而終咯，最後邊係。相反，切基亞咧就係去到好後期咧，佢嘅生涯晚年咧，佢嘅人生嘅生涯晚年咧，仍然係受到好多烏拉圭當地年輕嘅球迷嘅嗰位龍門嘅認識嘅。即係我諗天同地啦，嗰位龍門最後尾94年世界盃係想去探班，但係都俾人即係拒諸於門啦，覺得呢個人係腳頭唔好。好，我哋去埋依一张相先啊，唔该吓，咁啊先去呢个，咁啊睇翻切基亚喺场上边嘅一啲嘅风采啦，咁啊包括咗佢2-1嗰球啦，咁啊另外佢系另外一啲嘅图片啦，咁其实呢个球员因为呢一场世界杯成名咧，咁啊嗱其实个代表呢个乌拉圭嘅次数唔太多，12次嘅啫，呢啲料大家核查维基都查到噶啦，12次，咁啊。佢喺四個入球裏面咧，世界盃依個1950年嘅世界盃嗰四個入球全部就係即係佢入嘅，係烏拉圭嘅神射手嚟嘅。跟住咧，佢亦都去到意大利揾食，就效力個羅馬啦，同埋 AC 米蘭啦。亦都因為咁樣樣咧，亦都係因為南美洲有好多人都有意大利嘅血緣啦。佢亦都跟住咧係轉咗個代表意大利國家隊上陣過5次嘅，嚇咁樣樣嘅。咁跟住咧，即係佢出身就係烏拉圭最大名嘅球會彭拿魯啦，呢啲細細個聽到啊，呢啲名啊。咁跟住佢喺意大利揾食完，亦都再回流翻去烏拉圭嘅咁樣樣。咁所以佢係亦都係曾經代表過兩支嘅國家隊出賽嘅，即係嗰陣時有啲咁嘅嘢玩。嗰陣時意大利西班牙都興玩呢樣嘢嘅咯。嚇！咁其實咧，當其時咧，嗱佢嘅逝世咧就咁樣講法啦。係由烏拉圭足協嘅秘書長咧就發出呢個嘅消息嘅。嚇咁樣樣嘅，咁但就冇講佢點樣離去嘅，係反而切基亞佢個仔仔，佢個仔咧都唔係仔仔啦，佢個仔咧就同傳媒解釋翻咧，佢係心臟病逝世嘅，個過程係點樣樣咧？其實切基亞當其時都係同緊佢哋一家人咧講緊波經嘅，講講下佢突然間唔出聲，就冇反應啦，送咗醫院就冇啦嚇咁樣樣，咁我覺得好得意，呢啲人成世成身都足球嚟。即係足球賦予佢好多嘢，一生嘅盛名啦，可以咁講啦。去到死嗰陣時都受到咁大嘅尊重啦。咁亦都係因為講波經講過馬爾拜拜，亦都係7月16日。我覺得好多巧合嘅嘢，好特別啊咁樣樣。其實冇咩，即係切基亞就冇乜太多嘅資料可以講噶啦。咁不過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好，我哋翻返嚟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又去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都其實。唔講講咗好多個話題喎，係啊，都講到即係又過曬鐘啦嚇。好，咁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依度，咁啊下一集就係聽晚嘅熱血大球場，再同各位見面啦，拜拜。